他们各自私心最爱的香氛。主安拿的是白毫之光，嘉诚是太上玫瑰，文婷是茂林花，花君拿的是白毫纯木，祥是岩岩之沙，杰是月夜桂香哦。来，请看看我们中间的镜头好吗？来，我们一个帅帅的 pose。有一点点微微弱，一点点有点小，有有有。
段呢，很感动，对不对？就是像这种场合跟粉丝近距离的互动，对，还有谢谢老师们，然后谢谢到场支持我的所有粉丝。那我觉得来到这边，然后看到刚刚有一个很巨大的那个小猪，真的很可爱，对，超可爱的。然后这次也有推出圣诞节限定的小钟，然后我觉得很适合送礼，送给喜欢的人，你的亲朋好友。对啊，讲得太棒了，大家欢呼声来一点好不好？等一下呢要来我们这边打卡拍照一下，因为这个场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梦幻的。好，那相信我们雅诗兰黛跟小钟平的魅力啦，真的已经非常的圈粉了，连欧洲的团员都非常喜欢热爱我们的小钟平。那听说其实这一次去韩国天气是又冷又干，几乎应该会出现一些状况的，但是我这么近距离的看六位，哇，还是肤况都非常的好，大家说对不对？好，那即将来临的是我们岁末年终啊，会有很多的这种聚会啊，还有 party 哦。那相信呢，大家一定都想要跟欧总一样，成为我们派对或者是聚会当中的目光焦点，成为美肌 C 位哦。那我们要请欧总跟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下保养秘诀，怎么样才可以成为派对的 C 位的这个女王国王哦？那我们先请龙文婷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又干又冷，然后我们六个人都带小钟扶过去。那我回到饭店的时候，就会用小钟扶后部很干的部位。那它多余的精华液会涂在手背上面，就是保养。哇，对，会知道保养手的人很棒哎，因为其实手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对，上因为它很小很短，然后带出去就很方便。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外出用。可以随身携带哦，随时肌肤有任何状况的话，就可以拿出我们小钟平来救急一下哦。那接下来请冠军帮我们分享一下。然后之前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会保养的人，对。那其实最近这三个月来，我在那里还有变白哦。对，皮肤超好。小秘密多好用，知道了吗？没有啦。有没有变白？白，所以对，白马王子，白马王子，没有啦，就是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小钟平，它其实是可以不厚敷的，你知道吗？知道，对，它先泡东西，感觉可以不厚敷。对，其实剩下一个月，一个礼拜就要圣诞节，然后如果大家最近开始持续厚敷的话呢，相信大家都可以成为派对中的焦点，好吗？对，没有错，哇，所以呢，拿来厚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如果隔天有什么重要聚会，或者是呢，等一下马上就重要聚会，赶快来厚敷一下我们的小钟平哦，可以快速帮我们的肌肤充电哦。好，刚刚听完他们的分享之后，就发现其实我们欧总对于保养真的是非常的有一套啊，都已经晋升成为我们保养达人了。那圣诞节前夕呢，我们雅诗兰黛也很贴心的推出多款的我们圣诞节限量的礼盒，那我们贴心的欧总一定也很懂得送礼啦，所以接下来要好好跟大家推荐一下哦，哪一些是一定要入手的组合呢？来，我们邀请子祥帮我们分享一下。耶，Hello。耶，来跟大家一起跟子祥说话了。耶。那大家仔细听喽。好。因为这是雅诗兰黛的礼物，我就要干嘛？我紧张。因为你说大家仔细听。好紧张。因为雅诗兰黛这次的礼物非常的精美，非常的优惠，所以就是它。对。其中最让我吸引的就是梦幻气氛特润修护组啦，因为里面有我们大家都最喜欢的小钟平，还有小钟家族的小钟岩跟小钟精粹，然后为我们皮肤带来最完善的修护哦。哇，真的是太棒了！好，那刚刚呢，我们子祥为大家分享的哦，就是我们梦幻气氛特润修护组，就是我们皮皮手上拿的这个，里面当然是我们小钟平什么，还有我们文芬肌底原生露的三十泵，还有呢，我们这次特润全能修亮眼霜五泵，以及特润超导复活精粹五泵哦。那当然最棒的就是呢，只要消费我们这个组合，就会送我们冬季奇幻水晶球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呢哲言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用小钟平，对，这次刚好推出了这个圣诞节款的，哇，好美哦！圣诞节，
像圣诞版限定的小对小装，而且它比较大罐。你知道我刚在楼上看到的时候，其实很兴奋，但是也舍不得用，而且看到感谢杨三，他送我们一人一瓶，所以很感动。哇，太棒了！跟他的头发颜色一样，超搭的耶！好，那当然呢，刚刚呢，我们直接为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特瑞中心回馈组是我们圣诞的限定包装里面，当然就是由我们的这个小冬瓶五十梦是我们圣诞限定包装的，还有消费组合呢也是一样会送我们冬季奇幻的水晶球哦。好，那当然听完呢介绍之后呢，相信大家一定要跟我一样迫不及待想要赶快入手啦。好，当然我们在这个佳节的时候，我们不止要注意好好我们的肌肤保养哦，其实我们身上的香气哦，这个香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有时候你这样经过哦，有一股香气的时候，就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回头，对不对？所以香氛真的是送礼一个非常棒的选择哦。那我们今年呢，有推出了最有公益探索香氛系列，那这个系列非常棒哦，是我们知名的这个调香师匠心打造的奢华香氛哦，从花香啊、茶香到木质香都有啊。那我们公众也是一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私心最爱的香氛哦。那我们先请祖安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款香氛呢？这次有六种香氛，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款是白桃日光，它是用佛手柑还有鸢尾花的香气结合，然后它的味道其实是有点淡淡的东方茶香，然后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你平常出门工作，就是比较日常然后不会刺鼻的味道，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话，我也推荐给大家。非常自然的香氛适合呢，这个一年四季365天都可以使用的哦，温暖的感觉，祖安喜欢，相信大家也喜欢哦。好，那接下来喜欢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嘉诚来帮我们分享一下。我想推荐给大家的是我手上的沙玫瑰，我觉得它闻起来很温暖，然后有土耳其玫瑰的香气。而且我觉得他跟我本人想就是自信高雅，他没搞错，你没有这样子。我觉得女生用起来一定很有逼人，自信高雅。对，想要成为自信又迷人的女性朋友吗？就是用呢我们嘉诚推荐的我们檀沙玫瑰就对了。好，嘉诚喜欢，相信你们也会喜欢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呢文婷来帮我们分享一下。我喜欢花香调的曼谷花，那我觉得它也跟我很像，因为它很幸福疗愈，对，让人会有一种又很幸福又很疗愈的感觉，就像看到文婷的感觉一样，对不对？对。它的味道是属于清甜清爽的感觉，所以不会太过甜腻。那如果也喜欢那种幸福疗愈的感觉的人，我很推荐这瓶。对，这种淡淡的甜的感觉哈，那文婷喜欢，相信大家也会喜欢，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冠军帮我们分享一下哦。幸福疗愈吗？好疗愈哦！好，相信大家都被疗愈到了。欢迎各位推荐这款白墨沉默。耶！现在呢是带有茉莉花香味，然后后段有两种不同的木质调，对，给大家多层次的惊喜感。那它当礼物送给对方哦的话呢，是多层次的香味。对，那其实它跟我不太一样。因为啤酒本身比较酸，跟木质质。没有，其实就跟我们欧洲一样，多层次的帅，大家说对不对啊？我开玩笑，对不起，对不起。要手上推的是岩兰之沙，它是木质调跟木质调的香味，然后里面还有粉红胡椒跟麝香的结合，然后闻起来非常的独特，也不容易撞香。
然后会让人感觉我独一无二的感觉，也就跟我一样。好，独一无二的感觉，子祥喜欢，相信大家也会喜欢，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哲言帮我们分享一下。我推荐这款是月夜归乡，那它本身是比较属于中性点味道，男生女生都喜欢。然后它里面是有桂花的香气，然后后面有点皮革，但是闻起来却有荔枝的味道，就跟我们一样，正常的话，我也不知道我们有什么东西。哇，这种深藏不露、有点神秘的感觉，对不对？哈，让大家呢，只要穿上这款香氛，就可以成为全场的焦点哦。所以，我们哲言推荐的月夜桂香，哲言喜欢，大家也会喜欢，对吗？哇，太棒了哦！那相信呢，大家只要使用了我们雅诗兰黛哦，我们公司所推荐的香氛，都可以呢成为我们派对的主角哦，成为呢大家的焦点哦。每一款哦都非常的值得入手，等一下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会上来去试香看看，就是哎你最喜欢的到底是我们哪一款的香氛哦。好的，那当然即将来临的就是我们的圣诞节，对不对？那在圣诞节之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是某位非常重要的人。
刘志成刘企划长。Yeah.